那个吃牛个二百啊，我五块。哎，勉哥，你就上五块去啊？你还拿何燕？我当人结婚后，他再上两块，我这上五块都算多的。哦，行吧，那你自己找地方坐哈。小米也上你五块。来，这是我的，谢谢，五百。哎，二铁子，你怎么还弄个欠条来？这是当初我结婚时候他给我上的欠条，现在我有结婚活动还给他了，去。二铁子送回欠条五百，现在主价不限二铁子签了哈。写上小胡子上了一把倍。签呢？主价欠我一千，我上八倍，他还欠我二百呢。哎，那一码归一码，你也把礼钱给上了。他欠你的钱，你事后找他要呗。我可不，我马上也结婚了，我家里边新房装修钱还没凑够呢。你转到急用可以去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键，打开抖音，点击我钱包放心键，点击集合额度，给你要求申请，最高额度20万，等其他资金到账还上就行，或者可以点击评论区链接查看详情。行，等下我去看看。主价欠小胡子1000，小胡子上了800，主价还欠小胡子200。现在不欠。我去，小胡子又拿走200，现在互不相欠。我的个天，我现在什么人都有。就是的，你看那个收礼钱的，收一上午都落个5块钱。我操！